Maybe if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hearing your voice, maybe. 我们家去哪里？水源啊，水手大家，没错。啊，我们计程车来了，计程车来了 ，Let's go。所以有三个外带。我听起来有点问号哎、欸，真假不好吃哦、喔？是不是印度料理？真的很健康。这个应该是小米，就是那个，这应该是高丽菜米，花椰菜。啊，对对对，花椰菜。哦，跟它视觉上完全不一样。人家卖沙拉的，反正就很健康点啊。嗯，不然就是突然超过。就是跟你想象不一样，鸡腿煎的像鸡胸肉，很柴哦。为什么要换这么？还有豆腐饭应该是鸡胸肉。哦，很柴。很柴。嗯，很柴的肉，这一份超贵，一万九，花500块。花。我这样回去应该可以好好打。真的。不用喝你的那个紫色药水。我还没吃哎，超恐怖啊。它是西梅汁哎，是梅子汁啊、哦，它是梅子汁。像你讲那样比较好一点。狂飙，你要不要那个这个突出去一点？然后那个酱是他们苹果柠檬酱哦，很好吃，好赞哦！吃一点草，试试看你的这个。好啊，你要不要切一块肉看看？试试看很柴的肉。嗯，酸酸甜甜，我喜欢那个酱哎。好，这样是我来韩国吃最多菜的。真的，乌龟到底都怎么拉屎？这我不知道哎、欸，他们都要吃益生菌吧？他们吃超多的、啊，他们都卖那种健康益生菌、啊，他们吃超多保健食品。嗯，不然他们每天喝那么多酒，然后又、吃的很油。嗯，是这个。哦，你不想来吗？No。这也是咸咸的。哇哇哇！可能真的啦！哈哈哈哈哈哈！是一个啦，是一个有酒的味道。No no no！ 快装要用酒的味道才行。下跪下跪，快点下跪！你要喝冲哈！It always comes around this uplift、小熊去找颜秀的时候是这么的艰辛 stops, You shine on me Your light's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the cold out Moon in the summer night Whispering of the stars To singing like Christmas treesFor us, so I tell you a million tiny things that you have never known. Wow, und du so. 来自己课啦，要开始了。这个被录
边的一个就喜兰姐，他说不好吃，很贵，叫我们去吃别的三九三。那你模仿一下刚才那个就行。他去这边，他阻止我们吃哎。Never enough, just for a night. I got one. 好笑就不好笑。 Before you are